老板，你给我看这个东西，是知己知外还是一文不值啊？你这是跟哪来了？这是医院。这俺前段时间不是拆迁吗？然后搬出来一个坛子，那个坛子里面装的这东西，我数了数一下，266块。266块，你这可不像摊子里挖出来了呀！咦，挖出来脏不拉几的，我不是洗洗吗？好看了，想着卖个高价钱的吗？那剩余的嘞？我跟你说吧，我几个找你来啥情况吧？你讲。我挖出来不是266块吗？然后，俺爸说俺一个叔是搞这个的，我让他给我看看。他说的这是在过去，是一块钱。对，确实是一元不像。他说的现在都不咋值钱，他说的自己人的，他说的我也不赚你啥钱，他说的我给你100块钱一块儿，然后我没卖给他万，我卖给他100块。100块钱一块儿？那这卖亏了。我也感觉亏了。你看他拿着我100块之后，他说是帮我忙的，过几天了。他又说把剩下的全部给我收走了，还是100块钱一块。还是100。然后我都纳闷了，说的不值钱，咋还收啊？那是嘞。然后我没给他。我搁网上查查，有人说值几十万，也有人说一文不值，也有人说一块都值1000多嘞。然后我看你比较专业。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，这到底是值多少钱？那有啥说啥，美女，你这挖出来了，这都是一眼开门。我刚才看了，你这一个3年，一个9年，冤大头啊，有3年、8年、9年和10年，其中8年最贵。你那个里面有8年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没太看。那里面有龙吗？有，那龙也是比较贵的。有啥说啥，你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但是你清洗了，如果说剩余的没有清洗的话，尽量不要清洗。你在罐子里面啊，那种罐装不锈的，那种包浆不影响，而且会原汁原味的，会适当的加一些价。你这虽然说清洗了吧，也没事儿。你看，一个是3年，一个是9年，而且你这个钻光啊，都很好，流动痕迹是非常少的。我给你看一下，这个银元的品相啊，很关键。斑别还更关键，这个我能给你估到1300不成问题。1300？对，普通的大头如果没低光啊，无伤无损的能给你走到1200。耶，那我不是亏了吗？那有啥说啥，我没有见你那100块都是什么币种啊，你就是单普通的大头啊，你也亏10几万了。耶，这还是当熟类的，他说帮我忙100块钱一块儿。咦，我说他咋能着急收我剩下的？我幸好也是没给他。这回家得去找找你啊。是这样，美女，我刚才说的就是普通的价位，而且有很多银元是带斑的，就像您这个不是普通的9年，这个是9种。9种的话，会相比其他的银元贵个20-30块钱，没问题。你就好比说8年吧，一个8年30000块嘞，还有那种龙，你就普通的北洋龙、升龙，30000块是跑不了的。然后像大青，1万元上下，赵忠。都2万了，耶！你看你这绝对不行啊！你这，而且你不地道了很呐。而且你这个真的几率都非常大，因为是挖出来的。有啥说啥，因为当时的特殊环境啊，文化大革命嘛，所以说啊，当时的地主成分问题嘛，就把这个银元都藏起来了。现在银元还分班了，还涨价了。你这抓紧时间和他沟通一下哦。你看你这个拆迁啊，等于说是双喜临门，还得新房子，还得银元。现在银元最低都1200一块了。我这得赶紧去抓那个数据。那确实，这要亏的太多了，亏几十万，这又不是少。那对，我得赶紧叫那给我要过来。那是，你看这两块咋弄？这两块你看大过年的也不能帮你白跑一趟，这两块你看值多少钱？我先卖给你吧。这两块我能给你收到1块1300。咦，中，你赶紧收了，剩下的我再给你联系，我得赶紧回家去找他去。好，如果对医院有啥不懂的，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